生活当中、工作当中，有一种朋友，特侬俩讲闲话辰光，招呼会得打个门头个。我搿个人讲闲话比较实啊，侬勿要动气听啊，一般性听到搿搭，心里向侪隔了迭个了，勿晓得他找笑话点啥。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个，肯定勿是啥好闲话。有趟呢，他两个小姊妹到两个，辣一道唐某路，搿两人私人家头也是两拨人，朋友大朋友。唐发唐发呢，跑辣盖卖衣裳个店里向。一个小姊妹到呢，一件衣裳大家看中了，要试试看。搿个小姊妹到个身材嘛，你问点话叫有眼阿五仔能接感，长是实际上长个没啥个，有眼小有样接感。那么男方一个小姊妹到拿了一个朋友，开口话了，鸟是天实用，搿条裙子窄是窄个，两个蜜抽抽咯，上腰腰扎个，侬稍微矮啥呢，偏胖，不要去试哎，不好看哦。听的一个是面孔长得猪皮头那个的，我是急了，突破衣裳哪弄来，真尴尬。单位里向呢，各种异样有个，有一个小姑娘，搿单位里向领导的亲眷，上班报到了以后呢，人事经理推交拨了个老员工，喊个老员工打一打。我特侬讲清爽啊，我搿个人讲闲话比较实，我勿会得因为侬是啥人啥人咯，特侬优待待遇照顾，一视同仁啊。小姑娘倒谈，社会太可怕了。我虽说初次见面，侬得被人家去拎个戆头脑砸。你们两个伢子啊，是个那个呀，脾气急嘞，特别人虚假装人。小囡呢要白相，平常做个呢不做，老是三家跟头啊，急死子。做你谁不能做的？做不满一个鸡皮，英语们不能美丽，素养们不能助力，女人们不能不理，那要死快的忙忙子，心智几个伢老娘的，胆子胖的太个呢。夸你瞎呀，给他等于几个卡他给爹是缺个爱的缺个爱忘我子啦，还能做上你个人光的包了把家摸到你的行为上，你弄也来得及吗？你弄时间忙忙看，还能说我干嘛你吃吗？跟女人脑子里想估计他保重的人，总有你要心对自己。好了，刚才我有个人光还是要考虑一下表达方式，有个小伙伴来留言哦，小人姑姑啊，侬这个反应上早乱糟糟了，呵呵，还蛮尴尬。今朝头倒还好，不翘起来。